东北亚滑雪场坐落于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内，每年都吸引上万游客来此滑雪、戏雪与赏雪，于2007年11月被评为全国十佳滑雪胜地和消费者最喜爱的滑雪场。雪场备有专业新颖的滑雪配备，尺寸齐全的雪鞋、雪板提供游客租借，先进的电脑化作业让租借流程更加顺畅，能省下更多时间让您在雪场中尽情遨游。雪场拥有8条综合雪道，无论是大众戏雪、滑雪初学者或是滑雪好手，都能尽享冰雪乐趣，和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雪圈吧。胆子大的人可以自己一跃而下，享受高速滑下的快感，或者也可以与朋友们紧紧相依，一起放声尖叫。如果觉得雪圈还不够刺激，那么一定要试试雪山冲浪，瞬间俯冲的急速快感绝对能让您的肾上腺素狂飙。由1500块冰砖堆砌而成，长径500公尺的冰滑梯素有勇敢者的游戏之称，也欢迎您来挑战。